跑图足够稳定。你好，你的外卖。终点才不会超时。有未雨绸缪的意识，才有一马当先的速度。看见没？这才叫守护。油质不再粘高。小亮，我们到师站口了，你在哪儿呢？气氛担当也能成为团队领袖。挡掉了，我们拍完定妆照了，发来看看。啊，这波在城隍庙用的包衣道具了。哼，唯一的后缀位，一群小气鬼。小心一点，打雷打雷，有机会飞的。赶紧算，太帅了！嘿嘿，下班喽。不拘泥幕后，是参与者，更是同行者。一个目标，51万个期待。为热爱而生，我们进到点，他如果没有任何问题，最后一个弯道可以冲线，不求成功，哇，太强了！还是洛阳，快，恭喜李健，恭喜呗，恭喜 VC， 恭喜大佬，你的坚持无可替代。2022 QQ 飞车手游全国车队公开赛，我和我的车队，光芒万丈。那 WCWW 以后自然卷这边冲线是没有任何问题，再来一个点漂稍微求稳一些，刚好等一下自己的队友。那最后看一下具体的一个分数，直道太短了，你第二个小分想要延续也没有用武之地，感觉误触的概率更大一些，这边也是稍微偏了一点点，但这边没有延续上，水晶前面没延上。哇，他是有意的去做一个侧身，虽然说不是完美的，但是目前依旧有一个领先，最后一个失误点。点漂以后可以完成冲线，成绩是1分32秒44的成绩。哇，这里是卡出了4个小分，再弹射接过来没有问题，最后冲线时间1分25.20。一辆苍穹军打掉了裁决者。Q23一直在出现一些微小细节上面的失误，距离拉不近呀。三卷可以完成冲线，打掉了 K23，大奶应该能顺利冲线。啊，现在已经开始预判了，是吧？专业的解说可以下判断了。那是否如局局所说呢？果然如此。这，不知后面会不会追上？哎呦，这是什么？这一个ECU，我们之前确实说到过，但是在场上面从来没见过呀。对，目前四名选手距离都非常接近，要看一下二号位的一个距离了。不过接下来也是天翼者的强势期啊，这边空中直接开启氮气，氮气绿油，看一下迅速拉开的距离。是啊，荷包蛋好像也出现了一些失误，这里直接撞过来，好像成功了。上面是荷包蛋更快一些，只剩下最后一个弯道 ，AZ 风云终于要登顶了吗？最后一个弹射，1分17秒13，没有问题，可以冲线。17秒13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，而每一个选手的帮助，但无论是否年轻，都要保持对胜利的渴望，对比赛的热忱。再一次恭喜 AZ 风云。可以直接走，是没有飞碟，哎，有飞碟，飞碟来了啊！说完，哎，在这里被挡了一下，也只能走原道。是，阿全，再开一个自爆是暴躁了，后面的应该走个蓝裙子。哦，这个自爆就感觉很风骚，他掉了以后往左一拐。对，龙卷风在后传，在室内，阿全这边一个龙卷风在加油带上，哇，这个好险啊！它的收益是什么？收益是不让你吃右侧的道具，你两个人只能吃一个。对，这个天使来了，闪电跟上，没有任何的防御道具，梁博手里还有个氮气，但是有单体的三马导弹酷比，这个龙卷风是脚后风，这一个出完之后 ，CWW 停滞，抓地拉满 ECU 完成了冲线，4-0，飞碟来了，这里躲不掉。但是这个皮很巧妙，哇，这一个龙卷风最后通过了搁浅的一个龙卷风，把局势搅乱了，确实惊艳啊。我看到现在杰月手上的防御型道具非常充足，再来一个闪电的飞碟直接扣下去了，这个飞碟的时机对刚刚好，直接可以扣了。这个点扣看一下前面，哦，这个点是扣到了，直接给倒退回来。这一波室内闪电一个天使挡掉龙卷，哇，这个人的反应有点离谱了吧，但是搁浅封到了三马，哇，氮气传给了前面的梁博，梁博氮气直接开，一起开 ECU 飞碟来了，但是杰月有一个干扰器，但是这个香蕉皮太关键了，哇，这香蕉皮踩得很致命，豪哥在前面再中龙卷风，没错，再次恭喜大佬
看能不能巩固住啊。这边的路线找好，没有任何问题，一个内线自己反超，哲仙来到第二名。前面这边路线调整好，哲仙这边路线有点刁钻，但是拉近了距离。是的，已经顺利的通过，看一下这个点。而前面两个人一起卡位，杜延旭跳过来，二连飘 K 二三，这次有飘歪了。哇，风顺势拿到第一名的位置，只要稳着来跑就够了。而这边派洛鹏已经接近，一次又放出来，拉近了一点点距离。但是这边这个速度真的是无可比拟的呀！哇，这波卡位，那卡位卡过来，派洛鹏抓住机会啊 ，K 二三跟了上来，有点飘以后想要从内道去挤，延续接的还不错 ，WCW 喷，完成反超。是这个蹲点，两人车身距离非常接近，一个一次又释放出来以后 ，K 二三的释放更好一些。熟练度肯定是有的，但是黑冬瓜依旧想要做一个卡位。是的 ，K 二三这边非常聪明，直接从内道再用一个 ECU 的小蹲反超过来。前面的话想要对抗，其实雷诺一看这个点就被挡到了。对呀、啊，这群雷诺对抗你粉。哇，这一个弹射又直接把奥特曼顶开。自己的陌生。SWG 出现了一波脱漂，而前面摇晃也出现问题，上来已经做了卡位。这空开氮气 SWE 这名选手有点凶啊。是的，似乎是被卡到了。哎，这里路线又反卡回来，血腥拿到领跑位的优势，四位选手跟的都很近， yeah. 而且手里面还有双叠，梁博敢上去吗？哦，这个点现在我啊，这一波抓地失误，上来以后碰到了梁博。对，压车员手里面道具是满的，前面要小飘直接开启自爆了。这一个 ECU 直接反超回来，梁博在后面被导弹给打了起来。是，看前面这个自爆壕沟沟。直接控到了两名选手，这边再做一个道具补充，双云雾是，质量有点堪忧。哎，但是这个云雾起到了作用，是，这质量很好啊。是的，非常重要，看一下什么时机去扣，直接可以扣了。那这个点扣，看一下前面，哦，这个点是扣到了，直接给倒退回来。这里面双导弹，这个单体就很给劲儿。是，看一下这个点飞落地以后可以来到第一名，但是手上没有护盾。别开，一起开 ECU 飞碟来了，但是前面有一个干扰器，但是这个香蕉皮太关键了。哇，这香蕉皮踩得很致命。接下来之后还是骗到了复位，这一波室内闪电一个天使挡掉龙之，哇，这个人的反应有点离谱了吧？以后原木图里面有一个自爆，但是后面橙子也有一个自爆，距离来看的话应该是不太够。最后空开大锤、哎，一个终点线前的飞碟，你也有今天。看到现在杰月手上的防御型道具非常的充足，再来一个闪电的飞碟直接扣下去了。这个飞碟的时机，对，刚刚好，晚一点就过去了。有一个导弹往前打，但是瞄不到有护盾。最后的话有一个自爆飞碟扣上来，最后还是好哥哥一个 ECU 冲线完成。